早晨，歡迎大家收睇呢個大倉南北啊！咁啊，世榮喺度同大家講下咧，今日咧練馬獅王究竟要點樣睇咯啊！咁啊，同埋騎獅王嘅形勢啦，咁喺呢個寬闊草原上面同大家一齊講下嚇。咁啊，未講之前咧，記得啦，訂閱呢個頻道咧，右下角有粒四星龍珠，撳落去咧，開埋個通知嚇。一陣我會同 KK 咧啊做 live 啦，咁大家都可以收睇嘅。咁同埋有一個隔夜飛錢財經啦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嚇。好啦，咁啊事不宜遲咧，即刻帶大家睇下咧，今次嗰個練馬獅同騎獅王咧，究竟咧個局勢如何咯嚇？好啦，咁啊見到咧，其實喺嗰個騎練表嗰度咧，大家都望得好清楚。咁啊潘頓咧都多馬嘅，去到 1.28 咁多隻紅色大熱門啊，會唔會全部十 win 咧？咁你都知冇可能嘅。咁但係邊隻唔得咧？咁我古皮巨之星啦，所以你都見咧篩選萬能俠啊，唔係篩選萬能俠，之前已經同大家講啊，呢隻我認為機會唔大，但係容易位置嘅嚇。咁你睇下買咩彩池，自己欣下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蘇兆輝嗰個騎師王賠率係抵㗎嚇。咁練馬獅王嗰方面咧。方仔出五隻咧，呢、這個14倍咧，你可以自己揀佢啲馬嚟過關又得。咁告東尼咧，呢、這個8倍有時是滿意過幾嘅馬喺度咧，至少都有分啩。咁就算你當勇敢動力唔得，喜年衛星同中華盛景甚至電腦9號咧，都有少少機會攞分嘅。咁而其實大熱門容天鵬咧，今日啲馬係好強噶，咁所以咧有皮具之星啊、型男啊。甚至乎火轉啊嗰啲咧，佢係大熱門，亦都合理，咁大家都要留意啦。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晏啲咧再同大家見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